准备好了没？哎，准备好了。我说准备好要买再买十杯的，你说好了是不是？随时都可以，感谢我们这一位。好，第二个阶段呢，再次要有请我们 Happy Girls 带来我们这一个表演舞蹈的时刻了。再来一点欢呼声好不好？哦，太棒了，我看到太开心。